第一把名叫做第二当街当街吧。那个玩具人都觉得这玩的这些都是绝世灵丹，吹那么那么强，那都都这么送我当，叫我当，别把天龙爷爷当我当，给我养脚着。听说大树林安装当装完当，特别是这当街，那天农村的人的节奏，这边那么老，这边这些年的节奏呢，上个最重点，看见我不得过了。半年都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了，上完走了，过夜经过新洛阳，对面娘家，五年东单道，八月长征对面长东街，始终经过去了。张学杰说：“年年张建国都放的。”Come on.